哦，我看那个风景画你看，好漂亮。刚刚下车，我爸就在看。那好漂亮。它这里风景如画。现在我们来到十三间老街，就是桂花巷。然后带他们去老街走一下。哦，很漂亮。很漂亮哈，慢慢逛嘛。你好，骑车呢？这里，人家是这里，我咋这里个大石头？不是的了，头发绑一下，手机放着。 走了，逛老街喽。漂亮，这是。这个是。这个他就在搞头。桂花巷。哦，那就在搞头。这一台有点搞头，就是说有点看头，有点看点，先不要急。然后我们从这边进去，看到有什么没吃过的，我们就吹一下。嗯，对对对。哎，我们也看，要不要再吹一声？对，这个老人家他是街头艺人，你看年纪很大了，他吹的是萨克斯。来来来。 哦，老人家，来来来，一个一个的，不要急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他卖的都是一些那个有特色的东西啊。那这里属于老街，比较也是比较特别的老街啊。哦，哎，那这边有一个小溪，哦，桂花巷，哎，桂花巷，哦，桂花巷，它就是这个巷子，它有种桂花，特别的香，有时候桂花开的时候特别的香。哦，来看一下这边的水。 特别的凉，特别的清，拿起去，去洗一下。特别的凉，哦，哎呦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啊，很爽哈，嗯，来，好干净，人家这水，这水很清澈哈，啊，非常清澈的，哎，是山泉一样嘛，哎，桂花香肠，哎，这个的话，美国的姐姐就喜欢逛这种地方，哎，对对对，下次来，下次他来，我们带他来逛，哦，全部是美食，你。 全部是美食，哦，这条巷子特别小，人家也不影响做生意。对啊，你看没？那个是五谷鸡脚，我妈呢？芋头饼、咖啡，全部都是咖啡。哎，哦，他这地方还可以走一下。可以啊，我们走了一边，先走这边。先走这嘛。好。然后嘛，他又来桂花酒店。 各种各种美食，你踩到他，他还说不好意思，这个是一个反应，知道吗？然后当你碰到人的时候，突然说，你觉得不好意思，你突然说不好意思，但是你听到了回馈是，他居然对你说不好意思。哎，那叫老街了，老街，那叫老街了。哎，我妈的，你看里面也住着这种生意，现在人有很多在。 在乡里头地方的生意繁荣，是不是嘛？才宽很多，吸引到了人噻。不是，他这个本来就是人家就。哦，他利用说还是比较高的一个。对啊，现在的人见惯了什么宽的高楼大厦，老街就很少了。说保留一些这种老街的那些。啊，那些建筑啊什么的，对，61平。这山楂片吗？你要不要吃啊？你有时候开胃啊。 包在嘴巴里面，酸酸的。对，来就尝一下嘛，阿姨尝一下嘛，阿姨。啊，哎，酸酸酸酸的。就吃一个辣的吗？会想吃辣吗？他不吃辣，不吃辣。你重庆的不吃辣吗？他不是，他是四川，不是重庆。很近。对，论传通便。嗯，包了。 包在嘴巴，有时候。嗯，对对对。胃口不好的时候。我请你吃这个有凉凉的，这个可以试试看。这个我们大陆比较没有这个香菇，你尝尝。你是大陆的？是。哦，真的。我隔壁的嫂嫂也是四川的，重庆。啊。她爸爸妈妈也来玩过。啊。那你可以哦，你嫁过来在这边做生意也可以啊。觉得台湾怎么样？ 好了，反正到哪里都一样。你要适应啊。但是如果说现在的话，你觉得愿意让你生活，让你选择的话，你会选择？还是会选择这里？对对对，有信仰啊，修养啊，素养，文明啊。因为我们这边久了，这边大家的素质啊，讲话的方式啊，去我们大陆我都吵架一样的。说话方面，你们不敢拿出。这下没听懂。他说。 不能言论自由，这边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言论自由其实我们大陆也还好，但是只要你不说政治敏感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对。
你现在女儿嫁过来，你在那边很会看台湾的电视哈，很会关注这边。没有，她在那边也关注这边。对呀、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那边会很会关注，像我爸爸在家里看电视的，没事就看台湾。关注台湾哈。对，你看这边会有什么？我喜欢。你爸爸想要过来玩吗？会，我来过好几趟了，一样。他喜欢吗？还可以接受，因为我爸爸也是，他在乡下里哈，这附近他都比我还熟。哇塞！我喜欢这里，很适应。这边安全。对对，这边的话就是比较大陆压力大，赚钱也不好赚。在台湾你肯做的话，还随便做你还是有。对对对。你肯做，不管什么工作，他工资高啊，还是。对对对。你发现吧，大陆的人些要来过去要自私心。他说大陆的人要自私一点哦，是吗？还有对人来说还不得善地嘛。对，乡下的地方比较是吗？这边要文明一些啦。像我们这里会，反正自己过自己，自己会出来转转吗？不习惯吗？会习惯，他们还是挺喜欢这边的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了哈。这边舒适区。好，下次来这里又来找你哈。好，这个来了怎么又来招呼你？好，拜拜。大家不要介意哈，我爸他是长口标啊，就是嘴巴一张，那个话就吐出来了。这个老街还是多有特色的。多有特色。它前面有一个上百年的一个邮局，这么带你去看。是吗？我喜欢这些。这一棵桂花树。我是苗的，我们走进去看啊。你要看，我们一样一样的来嘛。这边修得好。从它的苗子的这个来看，它是好像就像是佛教庙宇。因为佛教庙宇它是弘了经堂。它跟道教的不一样。走嘛，找点东西来吃。哎呦，好贴心哦！买了什么？你今天都是爸爸一瓶啊，你跟妈妈一瓶。好，它是冰的。买了的，不要说酸梅汁。酸梅汁哦，这个就是上百年的邮局啊。邮局，你说邮局？哦，上百年的。哦哟，我上百年了。啊。哦，那讲的不简单哦。年辈儿呢？跟媒婆一样的水质。哦。讲的好乖哦，上百年了，上百年哦，一直保留到现在，上百年的建筑能够保持了这个，这种水平就是不简单。漂亮，邮件局晓得的，写信啊，那个寄东西，寄东西啊，这些比如说发电报这些，这个车，我就骑这个车来送信。走这边了。走这边，我在看这个。我看那个邮。这你看嘛，这里写啊。百年邮局。百年邮局。你正在看。不讲了。我们那的邮局早就没有，杭州去了。他们老人家要吃传统的。那好了，我们去吃板条喽。我爸呢？走丢了。坐到。还是坐到。就这样就好了，待会儿。先吃。要你给你老了到了。他说你老了，年纪大了，省一点。我给你给过钱。你没有钱。我没有钱，我说呀，我没钱啊，我没托外。板条他们没见过。当然没见过。听都没听过，它只是一种称呼。板条它是用米粉做的，然后一个面。你们两个一个人吃面，一个人吃这个吗？这样就可以啊。我吃炒子板的，我们吃。你们吃板条，吃板条。我们吃板的。吃板条。就板的叫板条。对。窄的叫面。不是窄的，是内容不一样。板面。哦。不是。不是，板面。那是米，这是面。好。不是面做的。对。当然也有面有可能。不是宽窄来定的。是内容来定的。它的这个，食材不一样。不是干面煮的。还是很不错。好吃吗？哈。好吃。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哈。这个还算满意了。这是阿姨带你们来吃的。这是客家板条，他们客家人做的。那个。客家板条。
是不是阿姨？你整过呢？客家人名字我都不晓得，没听说过这。你比方说，你今天吃了客家板条，你觉得好吃，下次出去你就知道怎么点了。还有客家汤圆。味道好。味道不错。我这个面也好啊。他们吃的清淡，但是味道也不差，对不对？我根本不是回民。不是面做的，它是米粉做的，应该是米浆做的，好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妈呀，你看，我爸快结束了，我们还有这么多，他吃太快了，简直就是一秒来计算，眨眼就没有了。好，这个板条好吃，在大陆不的？不知道，应该是有。不的。不知道是不是跟肠粉一样？因为呢，如果有的话，我肯定就晓得这个名字。要说板条这个东西啊，我根本就不晓得啥东西，你名字没听说过。对我们那边是没有。如果是有的话，名称不一样。它绝对就不是这种名称。啊，这一餐也是超级满意了。走了，出发。它相当于像我们念的那个擀面那种，但是它不是用的是擀面的食材。是麦小麦、就是、这个是米浆做的。来好多人，我妈在哪里？好多人，太多人了。现在我们从桂花巷已经出来了，今天第一感觉就是他们说那个板条超级好吃，赞不绝口。然后还有就是我爸看到大陆人就跟人家洗脑，然后就会说那些历史，那些过去，那些什么经历，就很好笑。问题是刚才那个女生也是嫁过来的哈，哎，我有问她，我有采访她，她说她超级喜欢台湾。那好了，我们现在去下一个景点，下一个景点可能我爸会比较喜欢，因为是个天然的景观，是自然形成的景观。那么期待哦，大家一起期待哦，拜拜。